Let's go. The Lion Man Project. 我是王伟良。 他们现在拍戏拍到一半， 你不要跟他们讲， 我跟你介绍一下我店里面我的团队。 来来来来来，诺亚 在新加坡很出名的 YouTuber， 参与了两部电影啦，就是《A Boy to Man One》 跟《Do》， 但是他还没有参与电影之前，他已经是个明星了啦。哎，不要删那个哦， bro， okay， 没有，你看。 他们的相似度有 99.9%。 尊者，尊者，手放下，没有这样，我不要摇。对，他就是那个《Lord of the Rings》里面那个伯伦。OK， 不要上镜，OK， 我觉得他真的长得很帅。 几岁跟人家讲一下？我今年21岁。21岁了，前途无量，人家讲得帅，帅的人走开。不要跟我讲，对，叫麒麟，我还叫狮子，你叫麒麟，你看他这样子，他是个拳击手，打拳的，不敢对不对？打拳的对不对？不敢跟他。打一顶的，我大师兄，谁敢跟我打你？不是开玩笑的，所以以后什么东西啊，吵架的我去，打架的他去。啊，我现在问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啊，你有没有妹妹？不可以跟你讲。 千万不可以，不要跟我讲的话就不要访问这样多，screen time少一点。那别，啊，这个，哎，哦，rap low，rap low，rap什么？rap什么？回来坐。他也是鼓手，而且他是算是我的大师兄，我的师兄啊，算是我的师兄，因为讲大我最大，哎，他算是我的师兄，因为他的鼓打得很烂，没有办法，老板叫我做他的师兄。感谢你们看那个 footage， 你懂为什么？ 他们讲我打鼓的时候很有型，所以我想打喷嚏是想打喷嚏。啊，哎，再跑，来来来来来，哇，这个开玩笑，看全身啊什么都没有，剩肌肉哎。他没有很大只 ，muscular 讲真的，他有点像 King Kong 那个。OK， 八个字形容 ，steady 我，就是什么八个字？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。 接着下来，跟大家介绍你们最想知道的 Tosh， 哎，人呢？人比较红了，出名了就是不用来的啦，应该是这样啊。这样不用停了，不用停了，连椅子都可以不要了啊！那你放我的上去啊！哎，没奇怪呢，为什么他的椅子有写名，我的椅子没有写名呢？哎。 帮我写一个名字，随便拿一个 masking tape 写一个名字上去。OK。没有来钱。啊，对 ，masking tape 呗。哎，这边欢迎补。masking。来，写到 masking。啊，来 masking 三打冠军。你们肚子比较大 ，masking 哪里细啦？哪里？哇！ 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，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怪的人，因为凡是烫的东西我就不吃，只要东西正在水里面，是烫的我就不吃。还有我不喜欢那个无人 chopstick， 死都不用，我觉得不懂哎，好像会就是一种感觉很不好这样。我这个人的优点就是唱歌很棒，会泡妞，人很帅，然后很可爱。 大致上这些都是优点，缺点呐、啊，让我想缺点。缺点啊，哎，这个消音，大声啊，bro。缺点讲不到，我懂了，缺点很多了。啊，对，人家讲他人奇怪，对啊，很怪，我公公讲，不是帅，是帅啊，我老。那时我跟他出去啊，叫大妈弟，那是比花红了哦，人。 不会大嘞，EZ-Link卡用以前那个白卡那个bus ticket，他讲我没有大怪吗？不用紧，我买一个 EZ-Link 卡给他，去那个machine哦。EZ-Link 不是 tap 上面，他 tap 下面那个 arrow 那边。<笑><笑>
那个MRT是比较低效啊，有什么缺点？我没有什么缺点的嘛，我这个人，我这个人就是很好这样，然后又对这些师兄弟们又很好，很照顾，真的是对我们很好了。对，因为他每次都是喝醉酒啊，就乱分钱了，所以我们每次拿很多 destiny 在管，他觉得哇，是很多钱，要不然来点，不是，这个东西我可以解释，因为我还有唱歌台，我有一点收入，就跟大家分享这样子。这样做好人也给人家骂，对我笨，讲说我钱拿去分这样子，这是有道理吗？这道理在哪里？你跟我讲啊！我对你们好，你们竟然这样子踩我，啊 ？OK 了 OK。讲真的哦，伟良真的是我的 best friend 啊，虽然 best friend 每次要跟他讲实话，你是有点头脑慢 ，stupid。好，基本上这些就是我的团队，还有那个很红很红的 Dosh 没有在之外，其他的应该大致上就是这样子。哎呀，我也是很红，你看。很红吗？你是唱大戏是吗？现在我没有看过国伦穿戴那个。哎 ，sorry 的国伦丁啊，我是很红 ，OK， 比你红哦。哦，有时候有些人自我感觉良好，连我也是没有办法的，那我们就让他去。好，我的团队过来。哎，你不要，我要，我是报你团队的，你走。来，摆 pose， 哎，一二三，五啊！我们摆五号，你摆什么小叮当？哎 ，Max 林根醉的我，林根醉。都会台是以上电影的指定宣传电视。